得他的名字。恭喜陈耳朵。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ve never seen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 And honestly, I'm not really sure I want saving.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There's no risk if you don't try at anything. So I'ma just keep buying everything. See you in the next life, hope to be a better me. I don't think that my head's on straight. Gotta flip it and grip it and go and get an x-ray. What's wrong with me? I just feel weight. Pushing on my chest and it squeezes till I suffocate. Better change my mindset, meditate. It's pretty cool that I'm alive and have better days. I could walk, see, hear, I should celebrate. Think I could change my mind, maybe elevate. 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Yeah,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Cause all I want, and I pray, I believe in the better days. Kinda stuck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Do I work hard or live at my pace? You're only young once, yeah that's all great. But I also want a future where I'm okay. Living life is doing lots of cocaine. Wait no, it's living with no shame. Wait no, it's sleeping in on Sundays. I guess it's different for each of us and that's okay. 看一下他的水质。他的球衣啊，刚换过的哦。乐天尤里，尤里，尔东城。喂，看看有没有臭？谁啊？哦，抓到了！哎，这是什么？是什么？招呼。怎么有气球？对，为什么会生气？奇怪了，太酷了！球棒、西瓜，他在海边吗？前天我遇到一个男艺人，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能让我开心。这个男艺人好像对我有点好感，只是我心中只浮现一句话：他好丑。不是我，他前世记的习惯。他好丑，好丑，对啊，是谁？问他，他没有想到，他前面没说啊。本人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重现睡眠经典画面，开。哎呦，真的有一个痘痘。帅气，起床了，起床了。这个角度来讲，哇，我真的吗？这个角度，哦，而且我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天哪，我的天，好想当那个泳圈，我要当那个泳圈。哎，坐着聊也可以，坐着聊也可以。哎呦，当了美女，我曾经很希望一句话跟她讲，什么？那句，好希望每天醒过来就是你。争取，对呀，不能这样直接就。等一下，你刚刚讲说带一个棒子睡觉，你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在西瓜？他还有气球来这里宣传棒球？对啊，真的是吧？他棒球加西瓜只差海滩了。对啊，还有西瓜，这么喜欢玩游戏？不是因为那个，我以前那个附近看太多了，然后我们家的窗户是超大片，就是整个墙都是窗户，对，然后我都会觉得。就是会有那个歹徒，就是用吸盘，然后吸上来，然后把那个窗户打开。啊，真的吗？所以我就要带着那个。哦，什么音效？你是因为那个才有安全感的，我要带着这样子，随时才可以反击。所以要跟你交往，一定要赢过那一只棒子。难度蛮高的哦，牛了。
啦，没有，他没有保护他的意思啊。啊，你说是干嘛？怎么可能有人带这个东西睡觉？这个我跟你说，因为呢，小时候，而且你是趴睡啊。对，我很喜欢趴睡，然后以前趴睡就是会被我妈打。为什么？因为她说不能趴睡，这样会影响到胸型。因为趴睡的话会有脸型，还有睡着睡着就扁掉，扁掉。对，老外都是一定要一次趴睡，头型才漂亮，头型才会漂亮。那胸型就没了耶。因为我们要就是要维持水滴型浑圆的胸型，那就在床挖两小时候又没有，小时候就平的、啊，所以才要挖这个吗？把胸部放在中间、对，哦，是这样，是这样，就把它垫着。那这个里面一圈这么小，这样我们两个人进得去吗？为什么要两个人？不要不要。尤里竟然他睡觉会磨牙啊？真的吗？我也没有办法哎。哎，等一下，是谁告诉你？对啊，是若彤跟我说的。哦，吓一跳，吓一跳。对对对，是若彤，是若彤。因为其实若彤常常来我家借宿。OK。然后他都说，哎，你知道你昨天是做梦吗？你是梦到你在杀人？啊？我说没有啊。然后他就说，我的磨牙声音很像我的牙齿快要被我自己的牙齿磨断了。这么大力？你到底是在磨什么？他就有录音给我听。哦，是哦。然后我就发现很激烈，原来我的磨牙声音是真的咬牙切齿的那一种。咬牙切齿，蛮可怕的。女生会有睡伴的，就是哎，你来我家睡啊，两个人聊天就睡着。男生会吗？不行啦，男生应该不会在家里一起出去旅行，不然就是来一个睡沙发，旅行就 OK。可是他从国外回来了，没地方睡，那可能是哎住宿在我家客厅可以了。客厅不要跟 Kid 一起啊？怎么了？我们有一次玩很大，没有办法，我们两个就睡一间。结果呢？对啊，我是从后面慢慢才进来，还没进来一打开，他已经全裸。他裸睡，对，天哪，喜欢裸睡，对，好怪，感觉就好像比大赢，你懂不懂？有没有什么床上趣事？啊，这样好了，我这样有没有人？那我被懵了，马上疯了。睡前，比如有睡伴的时候，会不会聊天？可以耶，可以聊天，因为那个时候聊的是最内心深处，对，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然后会去聊啊。比如我们假设啦，就没有啦，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睡一起，将来要生几个？干嘛？不是说没有吗？还没，不是没有假设吗？这就叫假设啦。要聊天，这个不是聊天，没有办法实现，你也让我们意淫一下。好，就给你给。没有会，这个睡前的聊天很重要。那聊到两个人睡着，其实是睡伴最重要的功能。有一种是最浪漫，怎么样？你舍不得睡，你很累了，但是你硬要聊。对，因为睡着就看不到他了，就等不到了。他先睡了。真的不能睡，哇，太棒了！有没有看？有真的期待，就醒过来就是你那种感觉。对对对。